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但是我没有珍惜。如果非要给他加一个期限的话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啊！是这么演的吗 ？Yes， 没有错，就是大对。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不，对，好了，你怎么又变不了？你怎么又我知道紫霞仙子当时说。